看一下，这是我家现在的室温29.3度，不到30度。那么在这个室温下，我们把今年发布的这些8跟1的型号一起来跑个分，你们猜结果会怎么样？OK， 已经跑完了，可以看到啊，只有 iQOO 9 Pro 跟 iQOO 9是跑到了100万分，那一加呢，甚至才跑到了88万分。